大家好，我是丁立奇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轩。今天呢，这个自爆101呢，我不小心被拱上一个很艰难的任务。开始没？计时没？那么现在抱着我这位苦主呢？苦主没有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我非常，你看我表情还非常的神色自若，还在地球上还很幸福，还在地球上。当我腿还没有开始走，还没有开始下沉的时候，我的表情会是很幸福的。你确定你还要继续讲话讲下去就对了？好的。那么在戏中呢，这位苦主其实是我的哥哥，我亲爱的哥哥。那我是他非常疼爱的小妹。那么在戏中其实没有太多兄妹情的描述，所以我们就趁着这101秒呢，培养一下我们兄妹的感情，表示一下哥哥有多疼爱的妹妹，让他能够离开地球101秒。现在到底几秒了？快，谁可以告诉 我？有人在偷偷计时吗？还是从头到尾没有人在计时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的鼻尖已经在冒汗了耶！什么？鼻尖出油了耶！现在50秒，现在50秒。那时候还有一半的时间，那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，丁立奇在戏里面叫做陈嘉宾，那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。那么呢，我在里面叫做陈慧琳，那当然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喽。对。但是呢，她是一个为爱所苦的非常悲情的女子。有，我的苦瓜脸已经快出来了。你的苦瓜脸快出来，对。但是我在戏里面比你还苦，我每天都有哭戏。真的吗？这有史以来挑战最多的哭戏。那在戏里面呢，因为我爱上是对手是我们家的仇人，所以呢，当然就是罗密欧朱丽叶那种版本喽，你懂的。然后我哥也是其中一个呢，不停的来拆散我们，只要看到我就扯着我的手，把我往旁边拉，往旁边拉。我好想成全你。你想成全我，现在很想赶快把我丢给别人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想把你丢在地上。但是很希望妹妹赶快嫁出去。几秒？还有多久？6。还没，5秒，4、3、2、1。其实我还蛮惊悚的。好，一点都不苦，请记得8点准时收看我们月亮上的幸福。